觉应该是什么什么有钱人家的小孩，哎，跑出来了。哦，所有的人都被封印到宝石里了。哦哦啊，接下来就要把大家给拯救出来。OK， 使用 WASD 开始移动。按箭头就会移动，嗯，移动会消耗一点法力，如果法力值不够的时候，伙伴就会受到伤害。哦 ，OK。哦，战斗的话就是回合制，哦，明白。请选择你的队友，这个。要把谁救出来勒？骑士里奥纳多，拿这个忍者好了，满月杀两点秘技，两点晕眩，编队，用金币可以扩充格子，凑到三个可以变强哦。OK OK。快加一個，这是升级啊！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恢复，前进。这就是负责召唤。难道小智会出来帮皮卡丘打一下吗？让这些仆人去打，得到钥匙就可以去下一层。受噶，使用钥匙。みんな行くわよ。左面很多水滴。嫌な気配がする。当当当当当当。有宝石的话，对前方一个敌人造成30点物理伤害。うせろ。这东西是无限使用的，这么屌。缺一个回合补血，左边好了，哆哆哆哆哆哆。哦，前面这个就是他词缀，是不是？这是骑士，魔术师，25%几率给大家幻影，为玩家放阳光，全体伙伴附加防御力2%。他只要一个人就有这个了，是不是？好，玩家，80块可以编队，先发对全体敌人造成9点伤害，战斗开始时就会有。好，你下来，关老头。正在发动的印记，走那个反弹流，硬邦邦反弹流，应该 OK 吧？自走棋爬塔，很少见。你感觉啊，反弹了吗？你可以凑到3个哦，里奥纳多。用钥匙，满3个才会发动。那他为什么有3个？老鼠王，铁剑，铁剑，很上手ですな。为全体伙伴附加尖刺。哎呀，啊，这样不是发动了吗？该不会凑到3个是发动等级1吧？不太可能啊！那要凑到几个才可以发动等级2 ？OK， 新手教学完成了，任务正式开始。看一下，有灰石公主跟这个可以玩，
走。盗贼拉皮斯，盗贼了。这里耸立着一尊女神像，你可以带走一个，拿一个耳饰好了。赢得战斗多赚五块，红色。OK， 我那穿起来就对了。需要印记就激活。囚徒。这款蛮难的，这款一般人是过不了关的，压倒性好强。我知道聊天室有很多只喜欢玩游游手游的，但你们也要学会玩别的游戏。玫瑰指环，援助30%几率敌人一层破甲，防御降低30%。我还不太懂他这几个词缀是拿来干啥的，看一下。开局的时候就会发生援助，是不是？先发战斗开始时就会发动援助，回合开始的时候就会发动。哦，这个是每回合都会。战斗开始时发动，先发雷电。援助对敌人造成麻痹，凑到三个就等级一了。好，懂了懂了，感觉应该都要凑满很多一样颜色。这样我有两个蓝色了，可以凑到三个哦。OK， 我们走这个冷冻，冷冻人。可以凑到三个，没上场也可以凑满羁绊吗？食品指环，没有，一定要上场。使用钥匙。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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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。80块，真的恶心哦！我发现地上掉的不是钱。钥匙出来了，哦，有钱嘞，有钱嘞，哦，有钱了，哦，超级有钱了。OK， 开。印记已被激活，全体敌人打8点冰冻。有嘞，几率很高。前面这个蛇蛇怪是被虐杀，红宝石一个。多拿一点钱好了，马云有说过身上的钱不要浪费。囚徒两只，三个凑二星嘛。OK， 走。地下3层，4层就有 BOSS。炼金术的商店，对啊，可以获得随机的一个5块钱，可以把它给。全体敌人打180，哦，开心。拿补血的好了。
哦，不是哦，是随机的，是不是？竟然是用抽的、哦。好，拿两个补血的。老鼠还有人可以吃，哎，不是，考验人品的时候。骑士布兰德，哎，三只嘞，我抽到三星了，去休息站或宝石商店就可以升级了。战后宝石商店，对吧？自选不行，一定要用抽的，玩家才有那个感觉。啾啾啾！神奇，可以再多放一只嘞。战绩，行动时有几率发生打一个人200%。同一只的蓝色不能再叠。购买可以买什么？这里可以买卡片。啾啾啾！最多二星吗？可以到三星吗？啾！好，凑三星吧。我们直接赌三。刚好最后一滴血，完美。不顺眉会怎样？扣血啊！二星角色可以永久拿被动，他就可以不用再上场了，是不是？怪怪变多了、欸。台湾怪物的信息，这怪有100滴血。附加铁臂，受到了攻击力减半。啊！敌人怎么变这么硬？敌人变硬了哎、欸！砍他！哦，不错啊，这款光是外表看起来就不错、啊。然后又压倒性好评，没有什么不玩的理由。哎，卖掉竟然是原价，哎，好爽哦！拿到金币的话，大家少50%的血，不怕，哎，不怕。哎，马上又补满喽，再一格要180。我看起来看起来，每个人喜欢的游戏类型不一样。胜利！什么治愈之拳？一个治愈之拳进来了，这里可以恢复你的法力。那不用，他有提示我魔王在哪里，在左边呢。这个宝石先留着好了，看等等可以买什么。哎，囚徒又二星喽！他这里怎么不能编队？回合制的几乎都有出成手游吧？啊，哪里怪怪的？我要去哪里编队啊？对。双二星，
剑，对敌人造成等同数值的冻结。哦，战车，这个战车要怎么开出来？倒吊者，倒吊者是哪一个？倒吊者两只就可以了。好，我去找这个倒吊者。走。怪。铁臂。他这攻击的回合数我没怎么看懂。A 一下之后，然后是看敏捷的吗？这是看敏捷的吗？第二关，这不是第一区吗？哦，他是这样一关一关过的。哦，这样可以到隐士的领土哦。哦，他不是直接连着过的。小丑为全体使用魔术，全体魔弹对随机敌人攻击。好，那这个声音怎么说啊？羊咩咩，拿起指环。一般爬塔应该是会连着过的。拿个骑士好了。王国的工兵，回合开始时就会援助全体敌人麻痹一次。好，弓箭手好强啊！弓箭手好强啊！鬼是不是？菜刀直接剁烂了。怪啊！直接剁烂！呀呀呀！樵夫小丑，他告诉你就可以触发嘞。好，奇怪啊，钥匙嘞，我已经拿到了吗？哦，关的 boss 是一只猫猫人啊！宝石商店来先对，啾啾啾啾啾！对敌人的魔法伤害大幅提升。啾啾！巨型奶奶！啾啾啾啾！啾啾啾！森林之名，好，我走这个森林的，啾啾啾啾啾啾，卖花的姑娘，阳光，这几个都不是很想要哎，拿去卖掉好了。对方的手。世界村住在死定。好，之后有空就来玩。又一个樵夫哎，管之了。你最近很忙啊，有比赛要打。六都亚洲杯，还有瓦格兰，然后还有世界赛。直接走好了，感觉这前面应该还是不难，可以直接过。六都打那个啊，多恩跟瓦罗兰啊，选小丑。
行吗？嗯，やった！暴怒娘娘。哦，80块，好贵哦！来，把刚刚那些皮子滚蛋。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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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个小丑了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骑士里奥纳多，瓦罗兰还不错啊，之前也玩蛮多的。炼金术的商店啊，后排。冷却4个回合，破魔弓。行币，宝石子弹，破魔弓，好像固定到，不是，这怪打得很痛。本来就很少人不好玩，你看只要是跟别人打架，剪刀石头布也很好玩啊。剪�刀石头布100万放桌上，怎么会不好玩？圈圈叉叉也超好玩，那圈圈叉叉就玩法不多样，一下就玩腻了。只要是跟人玩的游戏，他就不会有很无聊了。单机游戏才有可能会做得很无聊。治疗刃、燃烧枪，哎，那全拿绿色的。防御号令，超重，怎样？超重。超重要扣2费，完啦！丢掉！王国工兵再一支，按下超重了。基努里肥。6个月，哎，哭啊！那只死掉了。过了一滴血，120。获得金币，大家少洗，没拿问题吧？后者因为完全都不用害怕，我发现走到下一层不会补满。往这走。OK， 我看一下。森林，这只是什么的？绿色的小丑缺一耶，小丑缺一神速，行动之后可以再次行动。你那一刻哟，自信难能。哦，啊，法力归零了。张着嘴的石像，大青蛙，把手伸进去，
恢复魔力。如果你有七个以上单位，就会消耗更多的发育。刚刚过重是七只以上。来，森林人一直买。把多的卖掉。骑士弓箭手也不要了。流浪乐手，王国工兵。森林要满嘞。小丑，请你滚蛋。全体伙伴的最大 HP 提升对应数值，大家升多十滴啊！みんな行こう。乔夫，我在哪？好痛哦！有点法力，他不是说走一，他不是说走一步扣一滴吗？如果我走到中间那一格要怎么做？哦，出口终于要到了，火焰戒指。30%敌人燃烧。不要吧，算我都不知道那个紫色的到底留来干嘛。起码宝石丢掉，可以拿到携带金币10%的金币。哦哦，没卖哦，这个没卖哦，法力源泉丢掉，10%呢，10%呢。一个伙伴50滴，好，绵羊二星。자만이었다다가오는거나打两个后方敌人。打打打，还要分成前排跟后排。我目前攻击看起来都一样。出口到了，他打 boss 了。好，绵羊升级。OK， 开始洗钱。这个复利一直赚。可以再塞一只。好，直接开扁 boss 了，感觉不太可能会输。哦，还没找到钥匙。闪电指环，不要吧。企鹅，是直接吃的走。一大堆的企鹅。绵羊砍下72滴。君たちのおかげだ。他现在钱这么多怎么办？凑三星。来，凑三星，凑三星。升级，他这样是两星吗？啾啾啾，啾啾啾。
这样子女人忍不住。敌人魔法伤害，这就是个坦哎、欸！哎，没钱了，开扁了 ，boss！ 还要死嘞！这边吧，熊怪，你怎么变小怪了？破魔！你那有鬼呀！这个技能好像都是随机放。宝箱。咚咚咚咚咚咚！好，来这一区的 BOSS。两只无尾熊，决定。快打一下才可以。这门还蛮全面的。这种游戏前面应该都是没事。就像那个爬塔，第一层。第一层我闭着眼睛的。やるな。君たちのおかげだ。过关是拿那个红、那个紫色的东西，我看一下，可以解锁什么？哦，是拿这个书来解锁的。我、哦、可以开角色了。小丑哦。好，小丑都解锁了吧？蘑菇炸弹打前方100滴，小枪，森林女王，他角色都接吻出来啊，森林之名，我觉得游戏有点大声呢，我调一下。色比较好，永久加法力值，不是开局就永久加了吗？神奇的镜子，装备就获得150块，哇、哦，好爽！弓箭手，占星者拉布拉多，修女。这样可以到通关魔女的迷宫。Let's go！ 星星回廊。哎、欸，噼噼噼噼噼，写54个月。它难度就慢慢提升吧，它没有办法直接选最后面的。Let's go！ 长枪兵。行きます。长枪兵王国看来是一个系列的。卖花的姑娘，总管家。好，我走这个硬邦邦反击流。安安啊，小布丁。怪是不是变强啊？现在撞一下21哦。先没有航海王哦，刚刚开船啊。刚刚我直接把东南亚那些人全部做成海底捞了。左转，完蛋啦！这一开始走错路，直接要喷血喽！啊？为什么没有看到钥匙？我已经拿到了吗？
哎，枪兵，扣点血吧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小扣一点。不是，我刚走过来就没办法。没事啦，枪兵很坦的。拿一个耳饰。赢得战斗金币会增加，而且它还有一个橘色。那我可以开这个了，香槟升级，橘色缺一，全体反弹，闪光刺。哦，这个是模仿啊，这是秘术大师啊。好。下がってください。石油品质，我看一下。管他，先一直买枪兵。红烂。王国万岁！森林之名，拿去卖吧，拿着绵羊去卖吧。倒吊者，敌人直接扣防御，好，拿起来。我150块，没办法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感觉这么硬的阵容，骑士阵应该是要再配一个补血。再配一个复苏大师啊！宇智波反弹，反弹20滴血。我这个反弹很痛哎、欸！这个反弹是乌龟的反弹哎、欸！森林之名。嗯，绵羊拿起来卖。哎、欸，我刚刚升到二星，有卖比较贵吗？恢复全力，施加的所有伤害直接变成两倍，技能发动率减半，伤害直接两倍、啊，好屌好屌！哇，这样配上我这个必反弹，很有效果。这一区再逛一下好了。再开两个阳光倒吊者，长枪兵获得12点守护，受到装甲时不扣减 HP。 哦，这就是护盾。这是那还有 EDF 吗？有机会吧，早会补血哦，我也很想找个补血。没事，我们先快速前进。我觉得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难度的，理论上来说，这应该是随便过。获得随机一个单位，获得谁了？老头。哦，获得了一只老头。绵羊卖掉，这个卖掉啊，女人也卖掉。工兵哦，哎，来个 AD 不错哦。哎。这个好像好一点哎。升级，四只了。再一只橘色的，我又可以开一个能力了。啊，卖掉100趴哎，好爽啊！不过自走棋应该卖掉都是100趴。
开眠。闪光图是很屌哎、欸。我记得所有自走棋卖掉都是100%，宝物库的大门出现了，宝物哦。哦，我刚拿到钥匙这个、哦。三合一会少一支的钱吧，正常是这样。大锤哥，啊？哦，这样还可以直接跳到宝物库哎！哇哇哇哇！哦，这居然是拿来发财的、啊。钱。这还是随便练一练。弄个补血吧，看有没有高级的绿色补血。好，弄个这个出来。炸弹果实。法力源泉。好，把它用完。我可能抽不到啊，不可能吧？补血，嘿，漂亮，巨型匕首，哎，用好了。币应该是不用这么多了吧？宝箱囚徒，嗯，这可以升级是不是？啊，很怪、欸，以我的人品，我的中奖几率，理论上来说是不会这样。哦，都秒杀！钥匙拿到了。你发现有一个形状奇特的箱子，箱子在晃，50%几率出现怪物哎。我先发战斗开始时。行动时就补相对应的 HP， 永久每回合补8滴血啊，强哦！王之盾布隆，把王国之盾也拿起来。王国之盾塞上去。缺一只嘞，哎，缺一只了呢。再一个橘色的，直接无敌。我怎样？哦，我刚忘记用这个锤子了，锤一下加10%。哎，这是升级，升级之后不是变少了？回点 MP， 炸弹果实。这是前排会优先被打。我看一下，它可以裂阵吗？足够什么？我的人很硬的，打这个怪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哎，没事啊，大家都是坦，只要是这个种族的，大家都是坦，不要分这么细，好不好？
他虽然拿着弓箭，但他也能是坦啊。现在是有规定弓箭手不能是坦的，是不是？职业歧视啊！哎呀，我有时候拿到三星达瑞，我不会把它放前面了。那他站这个地方其实蛮安全。啊，我要是拿到凯尔，我会把它放第一。嘿，三星凯尔直接就放在第一颗，有喽。哒哒哒哒哒咚。私にお任せを。下がりください。猫猫怪，我发现前面的 boss 都会变成小怪。怪怎么那么硬啊？素晴らしい。素晴らしい。要死。踩到大便了。哦，踩到大便了。他们是真的厉害，大魔法，扛得住，扛得住，不怕。完全就扛得住。这五位熊会恢复5%血量，还怎么硬？原来是他会补血啊！王国长枪兵，好，再一只。升级。哦，放的越前面就越是前锋哦。好啦，我让这个王之盾放在最前面看看，看他多硬。锤子拿起来敲，时机还没到，去花点钱好了，钱好多。老爷爷是后排，他长这样是后排。这熊快一直打，反弹的很痛哎。开始洗钱。哦，钱多了多啊！找个商店。在左边有一个商店。治疗的戒指，好，穿上去。嗯？为什么穿了之后还变少了？刚不是6吗？哎，刚刚不是6吗？是刚刚那个比较好，是不是？哇，原本只差一只哎。王国工兵。枪兵还缺一只哎。
一只枪兵，再一只枪兵。什么能力啊？哦，有了！哦，有嘞，有嘞，三星枪兵，又可以再随便放一只嘞，就放这个工兵长好了。啊，钱不够了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来，打 boss。ド派手に行くぞ。这是氪金手游啊，这是买断的。无氪，无氪。这怪物的风格很像那个会转珠的那个叫什么？怪物转珠。破魔，魔法防御下降。哦。铁臂，对啦，怪物辛苦啦。铁臂，都有磨伤啊，这个火焰剑应该是磨伤吧。那我鸡半长这样子。好傻意啊！结冰的效果是什么？嗯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可以抽脚了哦！抽抽抽哦！抽抽抽抽抽！森林之名，杰西卡，法力最大值再加一，哇！双刀黑衣骑士啊，加十块吧。幻灵斗篷。这是直接免疫一次伤害。Let's go！ 森罗研究所，这个地下十层的。哦哦，这个很长哦。我看一下，给红色秘技必定发动技能。OK。走这个技能流，这样刚好哎。没有一个阳光，使用宝石器具就会加一趴伤害。这样。嗯，小丑好了。其实这个前面应该是可以走很快的。骑士，好，森林人拿起来。按跳过可以加40空，你都开局那个不拿、啊？哎，按错了。是怪变强还是比较烂？我怎么不编组？要钱呐、啊，要钱呐、啊！流浪乐手补三个前面的人20滴血，什么叫做中招啊？行动时有几率发动，不能连续发动。哦，放一个回合要停一个回合吗？啊，有机会一定发动。
熊钥匙走嘞。ゲット。これ面白そう。おやおや、ワンの子かな。ここはどこだ。放弃宝箱加速。我刚好错过宝箱吗？不太可能。我发现如果他放弃了，他就不会成功。他就只会嘿嘿，然后补血。来啊，绵羊人出来打伤害。绵羊。加速。那我就要那个卡片。我不缺钱。绵羊人三合一。绵羊人。哦，是我耳环的效果，看一下。将获得40块。没事啊，没事，不缺钱，不缺钱。这样羊是强，强制发动技能。这暴怒绵羊感觉可以一路撸过去前面的怪。眼镜仔。将宝石器具随机升一级。哦哦，这里有它的新等，最高好像可以到4等。获得6个魔防号令，加6点魔防。OK OK。来，绵羊开砍。啊剁！啊剁！啊开剁！他暴怒绵羊怎么每一次都一定会发动？什么情况？行动时有几率发动。哦，他发动之后还会获得1点秘技，所以他下一次还是一定发动。他只要开一次就是无限发动。啊，前方7点电击，垃圾，2点法力，补血。镜像，下一个宝石发动2次。嗯，这怎么看起来很烂啊？为前方一个伙伴恢复15点 HP， 好，这可以无限补血哦。好，跳过，拿钱吧。找点伤害角吧。打一个敌人300%。你这样等等拿去卖掉好了。神奇镜子。羊往前，羊是主输出啊，不能往前。大树的奇迹，每次恢复 HP 都对敌人施加等同于恢复量的伤害。哦，这样可以组一个超级补血阵哦，试一下，补血伤害阵。流浪乐手，小丑滚蛋了！我补血仔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
啾啾啾啾啾。好，先放这样好了。缺一点钱可以开一股。好，那可以了。绵羊等等啊，我试一下这一招嘛。我试一下这个索拉卡的特殊补给。好，绵羊。出口在上面。外星人还我羊！耳环。哦，丢掉。哦，耳环是哦，这种是全随机的。唱歌仔不是每回合都补，我看他都会补吧。为全体伙伴恢复全力，技能发动率减半，但是再加上必定发动，这样可以抵消嘛？舞者之舞。这样就会 A 一下，你先。不补血了吧？喵喵，走了走了，跳过，再去，冰剑是什么效果啊？好，拿了。BOSS， 这一区有 BOSS。流浪乐手，小姑娘。啾啾啾啾。好办啊，伤害有点。我这一组的伤害好像有点怪，但我这一组。他这样怎么打死对面？好啊，阿夏要怎么打死对面啊？啦啦啦啦啦啦！三个兵力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！欢迎来到银白联赛。打死不会成功的。哎，重点就是蓄战力，好不好？蓄战力最重要。刚刚不是有一个能力可以无限加秘技的吗？是哪一只啊？无限加秘技那一只没放上来，是不是？金块。商店来变成，好补血，再拿补血。
OK， 再拿两罐补。蘑菇炸弹，对，这样够了吧？补满了，直接补满。180块。为一个前方。哦，这我知道了。武者放这里。哦 ，OK，OK，、OK, OK, 这应该就 OK 吧。武者升级。啾啾啾啾！卖花的姑娘哦，好，羊咩咩滚蛋好了。对吧？卖花姑娘看起来有输出。哎、欸，他回来嘞！蘑菇炸弹打100滴，我开本。来看我输出啊！看我输出，蘑菇炸弹，哇哦！我就想让他跟这个，跟这一只搭配一下啊。还行吧，伤害其实还行吧。出口到底在哪里啊？绵羊卖掉。出口怎么那么难走？右转，然后往上走。中招真的要 CD 耶、欸！我发现他就是不能连续放，就算有必放也没有办法。轮到你了，敌人会用攻击力来。哦 ，Danger 的时候就有危险，是使用铁臂。还好吧，也不怎么登机。哦，蘑菇炸弹。嘿嘿嘿，补血。我要先把它磨死。我也不想用铁臂啊，也没痛啊，一句好不好？啊啦啦啦啦！轮到我了，蘑菇炸弹。就 OK 啦，这要怎么输？啊，哪里怪怪的？不行不行！哎，真的很不对劲哎，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。变成宝石了。啊！啊，认真了，啊，认真了。啊，对，啊，懂了，啊，懂了。绵羊，绵羊，绵羊，
先拿伤害，哎，打输出，打输出，然后叠 buff，OK、okay、吧，绵羊一路躲过去。刚感觉起来没有很危险啊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王国长枪兵啊，高护甲提升了。王国工兵。刚刚那只是 buff 怪是不是？呀！原来他是越打越痛哦，难怪哦，难怪。还开盘，这必过的游戏有什么好开盘的？开啊开啊，倒是开啊。开一个盘，森林哎、欸，森林之名又来了、欸。好，森林之名。这么多不是，这关就没有很难，随便过的好不好？难道少探几格会有差吗？王国工兵啦、啊！哎、欸，怪怎么先动？如果我场上那只死掉了，就结束了，是不是？森林的奇迹，那绵羊也是森林人嘛？卖掉，看能不能直接再买到一只森林。凑到能力了就把它卖掉，这样也还在是不是？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真的还在哎、欸。他的羁绊永远与我们同在。这样我可以一直拿不一样来凑羁绊。那我干嘛又买这一只啊？滚蛋啊！请你滚蛋。森林之名利维安。不对啊，我还是希望这些王国的号站在场上。工兵长哦，工兵长好了，哦，治疗的护符，滚嘞！我感觉我这把又无敌了，佣兵比斯级，好管家。先不用，哎，算了，都来了，开抽，我想抽一个，哎，有伤害的，来抽个有伤害，好，这个词好，寒冰荡，水晶虎，蘑菇炸弹。高稀有度会比较强吗？你说这个技能啊、哦，高稀有度的会冷却时间比较短，伤害比较高吧？刚看冷却好像都少一点。蘑菇炸弹。哦，你看我输出。对敌人施加物理伤害时，物理伤害降低对应数值。这是减伤哦，这个爪子怎么那么痛啊？
不过就没有我刚刚那一队那么好的续战力了，是吧？好，升级之后让它滚蛋嘛。小丑滚蛋，这个也可以滚蛋，这个也可以滚蛋。森林之名。好，这样子完美，请你离开。OK， 完美啊，完美。行吧。下がってなさい。水晶符。まだまだですな。宝物库哎，这老头怎么捅这样的痛？前往宝物库。治愈的项链哦，太爽啦！治愈爪爪哦，爪爪好像没有这个好嘞。治愈的耳环呢？他又来嘞！哦吼，流浪乐手又来了嘞！回合开始时就会给护盾。好，绿风拿起来。占星者新的，他家是蓝色的牌，他是高级牌，拿着，再拿去卖掉。开炸！亮剑技能什么？打两个敌人，战技有几率发动。老头嘞，战技打敌人六次35%。哦。拿冰块。